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今天我们拿这个料过来加工店这边啊，准备贴柱子啊，把这个料的特别大，啊，这个花纹很不错的。我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啊，这种木料切出来的柱子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看这种花纹呢，哇，非常的清晰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准备开切啊，做2.0的柱子。好，开始了吧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开完了，就交给加工师傅加工了。哇，这个花纹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两个我刚刚上了一点水啊，啊，这个花纹就比较明显了，太漂亮了，开料成功啊。啊，这个花纹是非常的清晰。哇，满满的花纹啊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的手串已经做出来了啊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花纹是非常的漂亮啊，满满的小花纹啊，一共做了6串。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是第一串了。哇，看一下这个花纹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这个是第二串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是第三串。第四串，第五串，第六串。一根料做了6串啊，有喜欢海南黄花梨的朋友们啊，可以关注一下小杨啊，自己的料自己加工的。啊，这一期的视频的话，我们就更新到这里了。喜欢海南黄花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。